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，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边上，阿边就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语文小学董树林定性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咱继续看政治新闻。这个卢秀莲哦，抹红这个瓜文贴了。来，咱来看内容吼。这个。立委的吼，立讲倾听球快啦，这是新台客啊，台北报道。前副总统卢秀莲爆料，台大医生挂门票，那么去曾经去大陆十八遍啊，不是干那单纯讲这个受，讲受这个。叶克膜利益哦，听讲哦，这听讲是无一定的吼。听讲啦，大陆吼还佫帮伊哦推销这个叶克膜啊。你讲，这个政治就是安尼，对不对？都是互相在抹黑。啊，你想，民进党也绝对抹黑啦，这个哪样，对不对啦？这一定是安尼，吼。那么比质疑抹红挂问题，对这个吼，民进党立委蔡鸿荣表示的，这是倾听手快啦，啊，手快啦。那么关碧玲就伫个民事的感叹啊，民进党啊，民进党啊，
就家己因为是，啊，伫斗争啊，对不对啦？哈，那么蔡宏龙伫个讲啦，任何对内面吼，伊个即个斗争哦，或者是讲是同志之间哦，是超哥之争啦，啊，啊，拢是会先啊，互敌人哦看爽个啦，啊，希望讲哦，党内同志啊，小可较节制啦，啊，那么伊强调。台北市的这个选情团结拢无一定会赢啦，对不对啦？搁较何况哦，何况也是咱也无团结。那么为着这个2016年民进党会当重新来执政，党内所有的这个同志的这个发言哦，应该搁较哦，谨言慎言慎行啦，啊，谨言慎行啦。那么关闭啊，关闭林就伫个民书顶头写啊。那么用过这个密书计划，哦，我按这个蔡英文、贾中廷用过一曲模，哦，爱孙阿娘，我按这个合批的。哦，姓何的就对了啊！啊，那么支持者今日在讲啊，啊，恁哦，这个民进党啊，实在啊，都安尼想啊，哦，都阿姆都讲过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恁都大家拢嘛过去，拢嘛是讲我乌的啦，啊，即嘛唔是啊啦，即嘛你甲看，是不是？啊，都即嘛的民进党都要统一啦，你对不对？一个中国就是要统一的。啊，一中就是要统统一的，说落去即摆吼，煞袂管的，都换啊啦，换抹乌啊啦，啊。那么至于这个前经建会副主委张金星化名，这个陈志秋，嘛伫个面书哦发文抨击到这个卢秀莲伊的这个发言呐。那么伊表示的，民进党哦无人会用的出来。啊，这个，哎，这个是变哪款啊？伊讲哦，民进党的无人会用出来，这是啥干？这干就一个。卢秀莲吗？吼、哦，伊讲哦，啊无伊旧的这个职业，啊甲抹抹红啊啦，啊，啊甲抹蓝，伊伤的吼，唔是瓜问题啦，而是民进党啦，嗯。这个是，敢无人会当出来？干照一个款啦，应该是安尼啦，哈。干照一个卢秀莲吗？那么张的强调啦，社会大众对民进党观感会好吗？伊还搁咧讽刺，会直接讲啦。如果民进党的哦想袂出解决的这个办法哦，应该提名这个卢秀莲啦，哈。哪个安尼哦？会？气泡，这就比较比较清气一点啊啦，啊，干净一些啦，哦，这当时啊吼，本土话就真歹解释哩，啊，阿红就豆豆学，看卖哪解释较挖这个原意，吼、哦，原来的这个意思，还佫会当比较这本土的佫解较顺利好听。好啦，有关这个卢秀莲抹红这个瓜分帖，咱就讲到这结束。期待下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拜拜。